舰、海上起降带、漂浮物的领先探测等飞行保障支持。我们本次飞行试验设置了半飞直升机从空中获取画面。在我身边飞舞，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啊。水兵爱大海，现在飞机距离团岛还有21公里，大约5分钟后我们将在团岛目视可见。